有圆弧面的，这个放在下面。它的刀面是圆弧面的。弧面的，放在这里。下刀。啊，放进去以后，这个顶是稍微锁一下。啊，这个这里有个螺丝，稍微锁一下就好了。三个，三个螺丝。好，下刀，这个是上刀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，这是上刀。嗯。不热吗？有一点。稍微紧一下，也不能太紧了，大概六七成就好了，不要太紧。好，这个刀片装好了。然后呢？刀片装好了的话，我们手。好，现在这里是没有刀痕，对不对？没有刀痕的话，我们要调这个位置。啊，我们要调这四个螺丝。二三四，把这个刀片放低一点。调上刀还是下刀？上下刀都可以，一般调上刀比较方便一点。嗯。对，一般的话调上刀会好一点。啊，用一个。拧得深一点是吧？上刀的话。往下拧。上刀的话应该是比较顺手吧。是把它拧深吗？对啊对啊，让它顶出一点去，把这个顶是松开。把它顶下去。然后再把这个螺丝，把它稍微紧一下，它锁刀片那个螺丝。那我再看一下这个纹路，啊，现在还没有印，没有印的话再往下扭，是只要让它切断就行了吗？对啊，调到它切断就好了。啊，这个螺丝再往下扭。你依家可以暂停啦，跟住我拧到一个咔嚓切断嘅，再拧一下得噶啦。啊，啊嘛，啊依家就咁调，调到可以切断，够未够？啊，现在这边没断，那就扭这个螺丝，这两个。再往下扭一点，就再试一下。好，现在这边乱，这边不乱，要扭这边，那么。
哪一条？这一条。这一条。啊，这边还没均匀，那就还要继续长。拿这个试吧。啊，再切个膜。横着切，横着切。啊，再横着切。这样子。